都是有备而来。好，我们宇哲是什么担当？哇，通常是脑力、军师的这种。军师，因为我们节目里的规则真的非常复杂，是就是很繁复，每一个公演都有新的规则，所以我就是负责解读之后辅助我的队长。我跟你讲，今天规则也很复杂，我还好担心大家听不懂，但现在有脑力担当就没问题了，是不是？是的，请宇哲来跟我们说一下今天的规则。宇哲说一下今天的规则来。来，对，你对过台本的，你知道今天的规则啊。今天的规则就是只许赢不许输，只许赢不许输。哎，漂亮，漂亮。